关于这个在网上这个自由时报呢，他提到了，就是说在 Twitter 上啊，有对我个人的污蔑构陷，对吧，说我是什么中共特务的，这个我再暂时在这里面个说明。有这么第一个方面来说的话，这个来源是来自哪呢，也是来自这个泰国的这个难民群体，有一个叫柳翠红的，以他们为班底的这么一个群体，哎，多年以来就是一直在污蔑诽谤这个泰国的这个难民群体，不仅仅是诽谤我一个，诽谤我一个，包括我们在泰国声浪的这个每一个这个真正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异议人士，政治异议人士，他都进行诽谤，并且他是常年的做诽谤。如果说有没有私仇，有没有私怨，为什么一逃亡了，他们就要这么肆无忌惮的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无非就是对我们逃亡到这个台湾的泰国的这种这个难民，政治难民，然后进行的封死，把这个路子想封堵，这就是中共的这个他的这个计策，